眼底繁华，曾是惊鸿照影，情根难拔。想生生世世在你的耳畔悄悄说情话，愿为你放下万千的荣华，和你携手走天涯，从青丝一路到白发，写到是寻常人家。自从魔笛的爆炸引发了巨大的引力，逆转时间，扭曲空间，将我和谭儿吸入黑洞后，我惊奇地发现，原来多个维度的平行世界是真实存在的。更为神奇的是，黑洞中电子能量级不断发生变化，当一个能量级发生质变，就会引爆出一个新的维度，从而形成时空分叉。原来的你和时空分叉后的你，既相似又不同，诞生出一个美妙的瞬间。玄灵大陆击败魔帝的那天，我没能保护好唐儿，让唐儿卷进了时空裂隙，从我身边消失。也许是击败魔帝时造成的强大力场让空间扭曲，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大陆，一切都那么奇怪。我疯狂地寻找着唐儿，可是却无能为力。在我已经绝望的时候，却意外地发现，这里竟然是唐儿的家乡。我执着地相信，我能在这里找到唐儿。因为我没有死，因为生死期还在。为了更快地找到唐儿，我迅速地学习这里的一切，想要拥有更多的资源。
最终我成为了古董商。终于就在来到这里快满一年的时候，我找到了我的檀儿。幸福的日子，但其实我明白，我和从前的我已经分开。那一天，我终于见到了他。寂寞世界中的两颗心，寂寞城市中的每个人。我惊讶地发现，这个檀儿没有镇魂珠，没有生死契，也不曾认识过我。原来扭曲的不只是空间，还有时间。我找到的是过去的塔儿，是还没有变成曲家二小姐的塔儿。不管怎样，我既已来到这里，那就要守护好这个我好不容易才找回来的塔儿。因为只要能跟塔儿在一起，别的都不重要。有多少无人能懂得不快乐，就有多少无能为力的不舍。有些人想着想着就忘了，有些梦做着做着就醒了，才发现从前是我太天真，现实又那么残忍。Good day. 你二位看看，这房子还满意吗？哎，这还不错啊。可以随便看看。哎，这什么情况？怎么还有人在这吃东西啊？就是啊，给我们解释一下。对不起啊，我们会尽快调查清楚的，去处理的。你们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大老远来这看房子，你们就这种姿态，是不尊重我们。就是啊，太差劲了。行了，走，好，你们慢走。店长，曲小檀，你这是第几次了？怎么又跑到委托出售的房子里瞎搞？你还想不想干了？是是是。对不起，店长，我保证这样的事以后不会再发生了。哎呀，这次是有特殊情况，我们家热水器坏了，我没地方洗澡，所以我就想着……想什么？你想，你能想出什么正经事儿来？是是是，我不想，我不正经。你现在立刻给我滚回店里拿资料，有一个大客户要买别墅，店里人手不够，你拿完资料马上去见客户。真的要买房子吗？不会是假借看房过来自拍的吧？少废话，你以为别人跟你一样吗？十分钟内不出现你就不要回来了。是。
哎，你好，是莫先生吗？是我。哦，我是爱家房产的曲小谭，我已经到您家门口了，您在家吗？您能帮我开一下门吗？您家的门禁好像坏了。喂？喂，听得到吗？喂？信号不好。喂？是坏了吗？好像是你不会用吧。啊，您就是？我姓莫，叫莫连城。我是爱家房产的曲小谭，你好。你迟到了。我的钥匙好像忘在房间里面了，你能帮我拿出来吗？钥匙？您是密码门？忘了。啊？你会翻墙吗？啊？你好像除了啊什么都不会，我还是找其他中介。别别别，不就是翻墙吗？这个我最拿手了。我就知道你可以。您真的是莫先生？这真的是你家？是为了钱吗？想想钱就不生气了。等佣金到手，再诅咒他房子漏水。不好意思啊，密码我想起来了。你忍住，忍住，一定要忍住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下来呀！莫先生，上来容易下去呢，你能不能接我一下？男女授受不亲。啊？你自己可以的。死娘炮！死娘炮！哪来的那么多废话？只是残留那份柔和，年少轻狂的人不晓得，是不是付出感情应该学会吝啬，轰轰烈烈只会追逐悲欢离合，每一个。能得到只有苦涩，是不是付出感情应该学会吝啬，轰轰烈烈只会追逐悲欢离合，每一个你干嘛能得到只有苦涩。我刚刚接住你了，是你自己放手的。你我都忍了这么久了，等着佣金到手再说。莫先生，我们公司根据您的要求为您准备了一些户型，有一个独立别墅，位置虽然比较远，但是呢空气和环境都极佳，还有一个联排别墅，周围配套设施齐全，跟隔壁共享一个花园。不过啊，跟我结婚吧。啊？摸着舒服吗？啊！我不是本地人，所以购房条件不够。但是我听说
跟当地女孩结婚，可以多买一套房子。这人就不怕我赖上他？分财产吗？莫先生，您看您这么帅，又事业有成，肯定有一个白富美女朋友。就算没有，也肯定有大把优秀的女孩追。如果你想结婚，你都说我这么帅了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曲小谭，白捡一个超级有钱又超级帅的老公的机会，可不是每天都有的。而且他不说话的样子，真的好帅呀！曲小谭，不要让你的职业道德阻碍你走上人生巅峰。好吧，这个要求可能确实有些过分。你去哪儿啊？练字。巧了，我刚好会研墨。一句话都不说，还真把我当免费劳动力了。这房子的事儿怎么办啊？帮你洗一下衣服吧。洗衣机在哪？手洗。哦。先生，衣服已经洗好了。刚才我去洗了个澡。啊？洗澡？怎么了？你想看啊？没有没有没有。连城，他是谁？你别误会啊，我只是……这位是林科，是我工作上的合作伙伴。私事，你就不用跟他说了。私事？可是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来我家之前，先给我打个电话。怎么了？公司有什么事吗？我只是……我听说有家新开的餐厅不错，我想约你去尝尝。我不饿，你回去吧。为什么？这个地方是我的私人空间，以后不要到这里来找我。你，什么情况？这货是跟女朋友闹别扭了吧？真够狠的。哎，热闹看够了吗？看到了，莫先生，想好了吗？要签合同了吗？我有点饿了，你先回去吧。你说什么？饿了？好，那你什么时候不饿呀？看心情吧，我会通知你的。Thank you.
变青年猥琐男，同行警惕。不会是看见我发朋友圈了吧？我好像没加他好友。还好还好。喂，莫先生，我在你家楼下，马上下楼。我家楼下？你怎么知道我？喂，神经病。莫先生，你这是要签合同了，这么着急？哦，你要干嘛？你以为呢？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你要是想吃饭的话，我可以在外面等你吗？一个人吃饭多孤单。那个白富美不是一直想约你吃饭来着？你很在意她？没有，没有。你都不在意，那我为什么要在意呢？嘘，好像老娘比你爹解释的。来都来了，那就多吃点，不然多亏呀。是啊，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吃多亏啊！谢谢啊。好想写封信给你，告诉我还在原地等着你的消息。把我的那一份也给他。好。好想传简讯给你，想听到你的声音，可是我没有。什么意思啊？今天的牛排不是刚好的五分熟，我不喜欢浪费。把我当垃圾桶了吗？思姐，我今天才知道还有这么好吃的牛排，看来我得好好加油努力工作才行。很好吃吗？好吃好吃。要是跟我结婚的话，应该能经常吃到很好吃的东西。只是假设，吓死我！灰色的晚餐，你的前菜还没吃吧？每个人都拍照，朋友圈。我早已经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
手机呢？谢谢。嗯？加我微信。啊？方便联系。哦，密码。0529。这不是我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好了。还觉得我在变魔术吧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是觉得这车都砸成那样了，医生居然还说你没事儿。算了，反正我是自愿救你的，你回去吧。生气了？这货不会因为这个就不买房子了吧？别别别，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这么说我心里哪过得去呢？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你的，你说吧，让我先做点什么？沏茶。好。水果。我是一对新婚夫妇，在婚后竟然发现两人出现在彼此的儿时照片中。这对夫妻呢，在当时呢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，没有想到呢，在十几年前他们已经在对方的世界中出现了。两人呢均欣喜地表示，这也许是注定的缘分，他们会更加珍惜这段姻缘。你说，两个真心相爱的人，若是时空错乱，还能相遇吗？那可说不准，时空都变了，还爱一个人，多无聊。说怎么样？有事吗？伤到哪儿了？苹果皮削断了。我就知道你故意惹我，我走了。你别装了，明明就没事，凭什么还让我伺候你？我肯定脑震荡了。你戏太过了吧？至于吗？行吧，反正我是自愿救你的，我要什么后遗症，你也别太自责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走了还不行吗？我能去喝杯水吧，先。去你的吧。
知，遗忘坠入记忆场。别挣扎，适可而止的流浪，再吞噬空心法，隐隐作痛的回响，那曾经是爱不下。谁不慌？十年荒诞如笑话，本脆弱，救命啊！颠沛流离的变化，救命啊！不斗转，已释然，是是非非的过往，放十年化成墙，何必思量？这一抹伤，曾炙热如清凉，向往怎会翻心吐红了眼眶？这一抹伤，铸成了内心的坚强，刺不穿那心底的冰凉，不过是凡尘中的迷茫。塔儿啊，虽然你不知道我是谁，也不知道未来我们可能会经历什么，但是既然我来到了你的时空，我就要珍惜老天给我重新来一次的机会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，跟你在这里安稳的度日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在所不惜。伤病人，我怎么会知道你为什么在我床上？你，烟花落尽，你挑灯回看，红尘辗转。谁把线断，曲终就此各离散，已无缘，何必再提誓言。月明月缺，谁贪念孤单，笙歌东欢，看灯火阑珊，终是岁月层层相思落。